大家好，我是死佬。死佬今天又来打机机了，我们继续玩回 The Cookie Man 的。我找回上次的小子的名字，原来他叫 Rusty， 很贵难度，其实都差不多，是不是？我觉得是差不多了，撞这个鬼。Fluffy 啊，好巧口啊！你个名啊，死僆仔，咦，突然间发现咗有个锤喺个台嗰度，系应该就系呢一个铁锤嘅话，可以破坏嗰栋墙啊。OK， 咁你攞啦。Fluffy， 我嚟救你啦，你唔好再喊啦，你一下声喊到我心都反埋啊！睇有冇其他嘢攞先，装饰住美丽嘅人造花。咦，花瓶里边有啲咩啊？系嗰个拼图啊？诶，得到拼图 Y， 竟然无啦啦又得到咗个拼图 Y 啊！好古怪，唔好理啦，上去救咗个死靓仔先，死靓仔又嚟救你。哇 ，Fluffy， 你嗌乜春嗌到咁，嗌到我心都寒埋。等一阵先，师傅先，做咩有怪物找你啊？打唔开，打唔开，打唔开啊 ！Fluffy 冇咗影，佢啱痛叫咗一声。Fluffy， 我嚟啦，等多半秒，啊、半秒好啦、啊、明明佢满血嘅喎，喺我隔篱嘅状态撞呢个鬼，铁锤 ，Fluffy。好危险啊！快离开墙啊 ！Boom！ 哇哇哇 ！Fluffy 唔见咗，扑街啦！被屎眼食咗。厕所上的花子 ，Fluffy！Oh！Fluffy！ 喂，点啊？发生咗啲咩事啊？唔好啊！唔好过嚟啊！好得人惊啊 ！Fluffy， 冇事啊，系我啊，大卫啊！大卫哥哥，你嗌乜春啫，小朋友嚟 ？Fluffy， 唔紧要噶，有冇受伤啊？到底发生咗啲咩事啊？我一直喺度等大卫哥哥，然后另个转头有个男人企咗喺嗰度，然后佢打算要捉我啊！男人 ，Fluffy， 佢长成咩样噶？我颈扭扭曲曲噶，哇，声沙裂，而且喺度笑紧啦，睇到我仲话搵到你啊，我好惊啊，所以匿咗起嚟。颈扭曲嘅男人，系啊，佢嚟到啦，你嘅宿敌系咪啊？大卫，你想讲系嗰个嘢，果然追到嚟，可恶，点解目标唔系我而系 Fluffy 咧？啊，是但啦。好惊啊！好惊啊！已经冇事啦 ，Fluffy， 一个人好努力啊，了不起啊！如果系嗰个人嚟咗嘅话 ，Fluffy 留喺度好危险啊！果然都系必须带佢去警察嗰度。Fluffy 要去警察，仲系要去警察嗰度？呢度好暗，太危险啦！我会陪住你去噶。唔制，我要同大卫哥哥一齐喺度等妈妈。Fluffy。听话啦，唔好任性啊！我谂你妈妈一定都喺警察叔叔嗰边嘅，系咪？所以唔理啊！妈妈话喺呢度等噶，因为佢以前对会嚟接我噶，我好坚强噶。有妈妈喺度之前，我会好好咁样等噶啦。Fluffy， 系咁，你唔好再喊啦！你声喊到我好烦啊！收声，我奖你两巴掌。啊，再咁样稍微稳一阵啦。如果佢都仲系唔得嘅话。如果 Fluffy 的妈妈还未来接她的话，这个时候就带 Fluffy 去警局啦。这样的话 Fluffy 肯定不喜欢的。唉，事情变得棘手起来了，她妈妈尽快来就好了。 OK， 知道了，我知道了 Fluffy， 这样我们一起再等一等好不好？妈妈一定很快就会过来的了。好了，不要哭了，你是男子汉来的，再哭我打死你啊！啊，冇效喎！啊，有效喎，原来有。我喊嘅事唔好同妈妈讲啊，妈妈唔好咗好憎我喊噶，佢会生气噶。放心啦，我唔会话俾任何人听噶，呢个系男人之间嘅约定。咁样我哋行啦。嗯。啊 ，OK。啊，死靓仔。吓、啊，算你好彩。佢拧甩你条颈啊，啱啱争啲。啊，你再喊我都拧甩你条颈啊！屋企啊，无啦啦就救咗个靓仔，跟住我哋周围睇下啦，应该都会有机会撞到嗰只嘢。哎呀，我又睇唔到佢讲咩添，唔得啦，唔知乜乜乜乜乜乜，撞得快嗰头就系麻烦。
好，呢、這个时间呢应该是周围找嘢嘅时间嚟嘅。咁可能我飞找到嘢，我先至再继续噶啦。好啦，啱啱叫查晒其他嗰啲周围隔篱嗰啲柜咧，好似都冇咩特别嘢。睇到呢度攞条细锁匙，我记得好似系啦，细锁匙应该系有啲用嘅。咁我哋睇一睇啊，好似下边系咪有个地方可以用细锁匙啊？好似啱啱我揾取嘅时候有啲嘢，呢度锁住咗，系啦，柜门锁住咗嘅。唔通话呢把细锁匙系开呢一度嘅？试下，好啊，试啊，使用咗细锁匙，得到咗药物管理库嘅锁匙。OK， 药物管理库喺边噶啦？周围睇下啦。呢度系咩？系咩？佢喺个扭扭曲曲嘅台上边执咗个扭曲嘅硬币，喺扭曲嘅硬币用扭曲嘅硬币买一只扭扭曲曲嘅猫猫，扭扭曲曲嘅猫捉咗只扭扭曲曲嘅老鼠，扭曲嘅男人同扭曲嘅猫同埋扭曲嘅老鼠，佢哋一齐住喺一个小小扭曲嘅房间嗰度。小朋友唔好乱咁唱啲歌好唔好？哦，呢个系童谣扭曲嘅男人系咪？嗯，妈妈教我嘅，哇！你妈妈教你夹埋晒啲咁嘅歌俾你嘅吓，我好中意唱歌噶，唱咗好多歌噶，而且我好中意呢一首歌噶。咁啱啱条颈你唔惊啦？咁样啊？点啊？嗰只怪物会啱啱追住你啊！我细个嘅时候都学过呢首歌嘅，不过唔系好喜欢咯。点解嘅？唔知点解啊？总觉得呢首歌系一首好悲伤嘅歌，因为扭曲嘅男人一世都系扭曲嘅。而且他身边围绕着他的全部都是扭曲的事，不是吗？我想如果我自己是扭曲的男人的话，就觉得很恐怖了。不过这些都是小时候的事咯。我听不明白，令到你不开心，对不住。不会不会，不是的，只是突然间想起而已。哎呀死了，我突然间噏了两句对白，我又忘记了他的名字。叫什么呢？是但啦 ,Fly。flow 啊，是但啦，死僆仔吓，唱歌唱得好犀利，同妈妈一齐唱噶。嗯，妈妈最中意就系唱歌噶啦，我同妈妈一齐唱歌好好玩噶。大卫哥哥都会唱歌啊，我唱歌唱得好烂嘅，都系冇啦。OK 啊，佢叫咩名咧 ？Fly， 诶、欸，入到嚟喎，真系啊，呢、這个就系药物，哇，好多嘢、啊，放住一本日志。史蒂夫呢一个新人真系。都真系做啲好事啊！将碘化镜泼咗出去，令到墙壁上穿咗个窿。明明讲咗呢啲连铁都会溶解嘅药物嚟嘅，今次真系要请佢饮酒啊！即系今次真系要佢请我饮酒。乜乜胶囊嗰啲啊，完全唔明白系啲咩药嚟嘅。OK， 周围睇下啲咩啦。啊啊，呢啲系嘟嘟嘟嘟嘟，系妈妈食嘅药啊？系咩药嚟噶？哇！你英文会深咗少少你啊，大佬。我连读我都唔想读。P.L. 配上呢粒成分系咩？完全睇唔明啊！我你又识读啩？好嘢喎！呢啲咩药嚟？周围都系一啲古灵精怪嘅药。喺呢度做乜？触发唔到嘅。砷、乙氢、氧化双氧水、水银。如果系咁样嘅话，多少都知道啲名嘅。咁但系有咩用啊？好多奇怪药名，好似冇咩特别。是不是呢？看清楚先，不是又漏了一点东西，应该是没有特别的东西的，是的，是没有的，有本日记，日记没有交代到这些其他特别的东西。它叫什么 ?Fry, 没有东西的，这里，旁边的柜呢，都是没有。好，咁即系就得，系咪啊？系啦，冇特别嘢。好，咁我哋行，唔好理咁多。跟住我哋要去边呢？我哋系咪应该过翻去隔篱嗰个地方嗰度揾一揾其他嘅一啲字母？因为我哋而家揾咗四个，我无啦啦咁样，咁会唔会喺隔篱又会有？
有其他嘅嘢咧吓，死靓仔跟住我哋行啦，周围行一行，每一个地方都睇一睇先。今次架 lift 吓，我明明教开咗架 lift， 但系都系用唔到。点解呢度会唔会有咩特别嘢？好似冇咩特别喎。诶，搵到啲嘢咯，终于都啊，杯里边有啲嘢啊，得到拼图 L 吓，呢度系。呢度是三楼的饭堂嚟嘅，呢度系啊，无啦啦竟然会发现咗啲嘢吓，无啦啦只背啱啱行下行下咁样，搞笑。好啦，我哋继续。诶，系啱啱之前攞刺伤室嘅锁匙咧，我而家又打开咗。呢度就系刺伤室。哇，点解咁多呢啲咩嚟噶？呢啲有啲唔对路。你睇下见唔见到呢度刺伤室？我知之前攞嘅锁匙。哇，系有啲唔对路喎，呢度真系好影消失咗。啱啱可以睇到啲影嘅错觉。大卫哥哥点样啊？冇嘢，咩都冇。O K 啊，但系呢度应该有啲嘢嘅。我哋周围检查一下先。坏咗嘅旧冰箱，贴住心理刺伤嘅行程。咩叫刺伤？智商咩叫啊？真系唔系好明白。一本日记，来自录音带记录15嘅来者来室者 A 家属410室嘅患者证明人对谈嘅内容 A， 因为患者突然嘅神色变化而仓皇咁样送佢嚟医院，结果患者被判定为脑袋嘅疾病，而不得已咁样被逼咁样住院咗，因为身体虚弱而停止手术。深信自己是健康正常的人的患者，好像每日严厉地指责着 A， 相反之下，甚至 A 的记忆好像都变得不是太清楚。 A 在那里想自己应该怎样做，希望来这里咨询一下。另一方面，患者误会是被 A 遗弃，每日都在那里哭泣，发出了号哮而精神不稳定，今后将会持续咁样对双方作为呢个咨询嘅。OK，A 患者系咩人啊？记录继续。患者死亡之后 ，A 持续都嚟到呢一度。反正要死嘅话，后悔当初应该喺家里边给予患者温柔嘅看护到最后。佢系咁样陈述嘅：只要活住，并唔系幸福。如果活住而系痛苦嘅话，期待死亡、期待死去系不能够避免嘅。作为医生是否应该反驳呢？作为有尊严的人是否应该宽恕呢？是非常苦恼的事，今后都请他来这里看病，不过并非到强制性的事情来的，这个真的很棘手。这事都真的经常这样发生的。这些是画来的，是绘本来的，不是啊。得到，咦？日志夹那里夹着一条锁匙，得到精神科的锁匙。OK， 精神科在哪里？这个 A 是不是就代表是我们那个前住客呢？好像有点像，因为他之前说不知道什么那里的纸写了一些东西，那我们周围看一看先。应该如果是精神科好像在隔壁那栋楼，我记得之前调查过过翻隔篱嗰栋楼啦，死靓仔啊！我哋有个靓仔陪住系定心啲嘅，但系佢咁轻佻喺度跳咧，我真系想大把大把煎佢。你阿妈点教你啊？行路可唔可以行得好啲啊？我唔理，我中意咁行，你吹咩？死靓仔，放射性治疗室，诶，系咪呢度啊？脑神经外科唔系喎，诶，精神科呢度，使用咗精神科嘅锁匙，写死符先。What the？喂，带住个靓仔睇人吊颈唔系几好咯，又唔见咗。咁嗰啲虚影系啲咩嚟？系咪有咩导致到所有嘅医生自杀啊？令到呢度变成为一种废墟咧？放置住精神科医生嘅日志啊，约翰史密斯死咗啦，据说系上吊自杀嘅。咁样我嘅治疗好似完全白费咗啦。喺佢脚下边放住咗佢写俾我嘅遗书，
而且上面是这样写住的：你一个人一直在追住我，由始至终，由始至终，贯头贯尾咁样追住我，唔理点样走，我都走唔开。因此，我决定自杀。但系我注意到呢一个人正喺度侧面咧嘴咁样笑住，而家就喺我嘅后边，好高兴咁样笑住。佢一直等待住我咁样做，就系为咗令我咁样做，先至嚟追我嘅。咁样一嚟，我一定就能够令呢样嘅嘢解放啦，解放啦。医生，你都要小心注意。如果有人下次追住你嘅话，话唔定逃走都冇用啊，因为嗰个人唔理系边个，都会跟住喺后边。再见啦，至今为止多谢你，医生。同我有同感嘅人只有你。好诡异啊！佢咪讲紧嗰只咩领头男咧？那个情况好似系我哋而家呢个状态啊！即系曾几何时都会有啲咁嘅咩事？咩嚟噶？叉叉低先。B 唔知咩嚟啊？但系好似有啲可疑，咁我哋就叉叉低啦，或者啊，有冇出现过啲咁嘅景象？呢个系床。是什么意思呢？没理了、啊、OK， 是但咯，拿完一样东西、啊、这个是什么来的？这些是什么来的？图画纸啊，嗯，写着些东西，是数学那些什么来的？数学真是公告栏贴着张纸，图画纸来的。看看雪柜 有没有什么吃先，古老的冰箱 ，OK， 冇咩特别，仲有冇其他嘢可以去到？睇下先，呢度唔系呢度应该调查咗噶啦，好似系，但好似又系咪有啲咩特别嘢？睇一睇咯，上手、啊、反正都系正所谓头，唔系点啫。之前啲公告板好似未检查晒，不过。但好似冇嘢喎，靓仔，不如你喺度瞓住先啦吓，等阵瞓瞓下，我就嚟接你噶啦，跟住我就试试咁走。好似系冇特别嘢嘅，诶，有张嘢贴住张纸啊，睇下贴住张咩纸，好污糟嘅纸啊，唔知道上面写啲乜嘢，有张纸喎吓，咁呢啲时间梗系攞啦，不过等阵时 save 符啊，蓝宝一攞完只怪物就出现。周围狮子咧，一个僆仔跟住喺度周围做啲咁嘅嘢咧，我谂一定会教坏细路。将张纸攞落，拆咗，哇！都拆咗个公告栏咯。吓、啊，墙壁上同公告栏嘅后边咩都冇，即系焗住我哋攞张纸啦。简单啲嚟讲就系咁攞咯。公告栏上边又写住系六，咩六啊？抄一抄低先。诶、欸，我谂到啦。呢三个系嗰啱啱嗰几张嘢系嗰每一间房嘅一啲嗰啲房入边嗰度有啲嘢啊，我明啦吓，六抄低多啲，抄低先。O K， 哇犀利啊，如同俾雷劈咗一下咁啊，啱啱嗰下谂到简直就系、是、啊，终于明白啲伟人突然之间谂到啊，俾个苹果揼亲个头咁啊，一样感觉啊，相信啊，我应该变咗牛顿噶啦，犀利，应该呢一度就系中间嗰间房。嘅呢一个位置，啲机器嗰度咧，啊，诸如此类，或者幻灯片、X 光片，系冇嘢，冇嘢，竟然小型货柜、侦察台，应该呢一个位嘅、哦，垃圾桶都冇，吓唔系咩？诶唔系，第一间房，我呢间系咪第一间房？第一间房啊，顶你 ！X 光片系咪 X 光片啊？唔系。有冇其他嘢喺度？我要做牛丁啊！啊，好似冇乜特别喎，真系撞你个鬼！纸纸箱，诶，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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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嚟睇下，底部写住一，诶，一啊，抄一抄底线，跟住另外仲有就系响张床嗰度，不得了啊！发现晒所有嘅嘢，做得好，
落埋去下边嗰个地方。快啲啦，靓仔，行快啲啦，快马加鞭啦，你唔好行咁慢啊，你。你再行咁慢，我就将你掉低。睇你惊唔惊啊？睇下先，呢度系下边呢个位床，有张床。睇下床嘅上边冇乜嘢，睇下床嘅下边。地下地板上面有个字写住，好似系七啊。即系咧，其实有时我真系唔系好明白啊。虽然讲古唔好博古啦，但系即系解谜 game 里边咧，你点解无啦啦会突然之间有咁多一啲咁嘅嗰啲叫咩啊？有个地方要入密码，记得等我睇下先，系咪呢个位？即系，吓亲我。即系正常一个地方，你唔应该会有咁多牵丝啊！俾你知有密码噶吓，个密码点解出现？唔知道就系有咯，好搞笑。即系正常嚟讲系唔会有任何嘅密码噶嘛。睇先，左下角左边呢度系咪呢度啊？系啦系啦系啦呢度七一六，睇睇先，入到去，打开咗门啦。OK， 哇系呢度上秘道喎，好似啊呢度唔系有啲嘢，沙包堆堆，好似山咁样，落唔到去。OK， 咁上去啦，唯有哇系呢度就咁上去，嗰种感觉有啲古怪，被封锁住咗，出唔到去，直接上四楼噶咯，又嘿天台，门俾好粗嘅城栏固定住啊，好似用夹之类嘅嘢就能够剪断啦。但系本来就冇劫噶啦，唔谂个办法嘅话，有啲咩办法啊？吓、啊，有啲咩？我乜都冇噶吓，睇嚟我应该要揾一揾嗰啲嘢。咁我哋周围揾下啦，唯有会唔会系之前嗰、那个？药房嗰度咧，但系药房嗰度检查晒啦，都冇嘢。因为之前佢话唔知咩，连岩石都溶得烂，连铁都溶得烂嘅嗰啲药物咧，啊会唔会系打怪物或者其他嘢？我真系想揾到嗰所谓嗰种咁嘅药物。氯化镜淋落去，氯化镜开始揾咯。啱啱噏紧啲咩啊？我睇成日都揿得快少少。氯化镜这个大约能够用到铁啊，挂这样讲的话，屋顶上面的绳都能够融化。氯化镜开始找了 ，OK 啊，是碘化镜，好像在这里出现过啊，有了碘化镜啊，就是这个了，拿起来要小心点啊，你不要插在个靓仔那里啊，发现碘化镜了，是这个应声虫啊 ，OK 好，得搞掂，成功。碘化镜不得了啊！有怪物，其实应该留翻嚟打怪物用啊！一个淋落去只怪物嗰度，唔系搞掂咯吓，死啦！跟住啊，好多打嗰啲古代嗰啲恐怖片，通常最尾都唔知点解只怪物会俾啲唔知乜鬼嘢咁样淋死噶嘛？我记得，真系有啲怪物啊！呢度唔系咩？呢度二楼定三楼？呢度三，唔系喺二楼嗰边行嘅咩？是但啦，我哋上翻三楼睇一睇。Okay, 搞掂啊！爬上去，嗱，烧醒啊！教坏僆仔，根本就系一直都系啊，无啦啦乱咁喺人哋药箱嗰度攞嘢，跟住乱咁样淋落去嗰啲咁嘅绳嗰度，用呢个淋上去，应该会溶解嘅。Fly， 好危险啊！离开我远一啲，好啊！你真系离开咗一步嘅啫，你可唔可以再褪后少少啊？哦，溶啦，溶啦！总觉得系好有趣啊，令我谂起呢个理化嘅实验啊！哇哈！吓，成扎溶解之后变得可以开门啦。OK， 入咗嚟。哇，去到外边啦，喺外边啦。喂喂 ，Fly， 唔好跑咁快啊，会跌落去噶。从呢度睇唔到妈妈嘅，一定系仲有。一定是仲喺度揾紧唔记得咗嘅嘢啦，
希望佢尽快嚟接我啦。佢肯定会第一阵就嚟噶啦。佢叫咩咧？真系我成日都我啲英文真系好鬼死差。Flew 啊，是但啦 ，Fly。你好中意妈妈噶？嗯，我最中意就系妈妈噶啦。大卫哥哥，你都中意妈妈噶嗬？嗯，当然啦，因为系我重要嘅家人啊嘛。妈妈佢好温柔噶，不过嬲嗰时都好得人惊噶。大卫妈妈嘅唔系大卫哥哥嘅妈妈都系好温柔噶嗬？点点点点点，即系点？触发咗一啲回忆，系咪？我翻嚟啦，妈妈，你身体好唔好啲啊？有冇去医院啊？佢妈妈系咪即系嗰个癫婆咯？我记得啦，好耐冇出现，所以我有少少遗忘啊。系嗰个癫咗个人，其实佢阿妈都喺医院。我翻嚟啦，妈妈，你身体有冇好咗啊？有冇去医院啊？欢迎翻嚟啊，大卫啊！讲得夸张咗少少啫，只系有啲感冒，休息一阵就冇嘢噶啦。身体虚弱真系唔系一件好嘅事啊！你都因为我总系咁辛苦，妈妈对你唔住啊！唔使咁在意嘅，因为只有我哋两母子两个互相照顾系应该嘅。好贴心啊！讲翻转头啊，同雪莉相处成点啊？最近佢都好似冇嚟到屋企里边玩咁嘅。工作好似好忙，最近都冇咩时间见面。想要讲好好讨论下一下未来嘅事，肯定系好不安噶啦。或者都系女人嘅人生大事啊，唔扎实啲同佢做，俾佢做依靠唔得噶。妈妈，果然系好难受系咪啊？你嘅扯开话题，你个大卫啊！你嘅面色唔系几好，晚餐就交俾我嚟做啦，你先去休息一下啦。有你个孝顺仔，我好幸福啊！多谢你啊，大卫。OK， 跟住咧，佢系个非常之温柔嘅人嚟嘅，总系担心住我。大卫哥哥，你都快啲翻屋企啦，你妈妈定系好担心你噶。嗯，系啊。Fly 的妈妈一定都会马上就来的，在这里之前跟我一起等着。这个时间可能会有些怪物出现，没什么事啊，竟然。好，那今集我们就暂时来到这里了。如果各位喜欢影片，麻烦给我 like 或者给我 comment 我啦。那我差不多了，我想我的片量应该出得。希望大家满意今个礼拜，因为真的很忙啊，有几天可能会抽空没片看的，都没什么办法。咁好啦，咁多位，拜拜。